计算满堂的杜眼龙兽，我是你们百物是以人转，我是蛮社会的 Simon。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讲，就是那时候我们有帮大家，就是我们一起筹一个钱，一个基金这样子，然后去捐米嘛，对不对？对。那有些人可能捐5包、1包、2包、10包、20包嘛，对不 对？那我们计算满堂呢，累计起来已经超过100多包米了耶！耶、yeah! yeah! ！谢谢大家的。这个努力啊，还有这个对贡献，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文东财神庙一起，然后一起随喜这个功德啦。然后呢，我们计算满堂呢就有去跟大家说有这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就踊跃参与，然后一起去累积这个施食的功德。然后呢，这个米呢，就是当天的时候就派给那些当地老人家，因为那边比较多这些比较贫困的这个老人家，比较辛苦一点的，然后老人家又不能够做工嘛，对不 对？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有来拿这些免费的米啊，然后可以给他们去吃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计算满堂就有帮忙捐到差不多100多，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有拍 vlog， 所以呢，这个影片呢非常的功德圆满，因为大家一起借力 ，OK， 我们从一包筹到5包，筹到10包，筹到20包，筹到当天的时候，我们筹了100多包米耶，大家，所以是不是很圆满很多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影片呢，就是提倡大家去多做一点这种善事啊，去集多点福报啊之类的，就是去做这种善事的东西。这样子呢，你可以利益大家，帮别人。那你们做工嘛，对不对？要早吃嘛，对不对？就是要吃饭嘛，对不对？那你要先施食给人家，施这个饭给别人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有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善信们，都功德无量，功德圆满哦。然后呢，我们有拍影片，然后就我们一起看当天吧 ，OK？ 去当天非常热闹，然后那个米就堆成山这样子，所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影片。哎，你知道吗？100多包米耶、啊。对。一包米是5公斤哦，对，差不多500-600公斤。而且哦，在那边很像那天很像有1000多包米，多，超过很多很多米，所以是很多天可以吃，对，对吗？很多人可以吃，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福报，一个功德，对、嗯，所以马上开始 ，Let's go！哇，你们看有多么多的米，你们看到吗？这个呢，就是当天我们在财神庙的时候，他们的米真的是超多，然后就整个大 lorry 的来，很夸张很夸张，一个有几千包在这一边，全部是派给人的哦。然后呢，我们计算满堂也是有参与，看到吗？这里写什么？感谢计算满堂鼎力支持，然后我们的所有善心的名字，你们只要有捐的，全部名字都在上面了哦。还有你们捐的数量，看到吗？大家都是你们的名哎，大家一起累积的功德，跟我们计算满堂，我们筹到105包。105包的米，然后就是有我们的份这样子。然后这里我们还有他们很贴心的，就是有帮我们放了我们的名单，然后呢大家就已经知道。然后你看，哎，不是105哎，你们看100多，然后一直有加，因为当天一直有加。然后呢，他们就有那个桌子啊之类，然后就给这些善信们就是来领取他们的这个米。然后你们有看到他们手上的这个 orange 的那个纸哈、哦，这个纸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票根。来给他们去交换这个米的，所以这个票根呢，你要有票根才可以。然后这个票根很像是要用 IC 去换这样子，然后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给他们换这个票根，然后领取了过后就撕掉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根据可能他们的家人啊之类有几个人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啦，然后他们就可以这样领取。然后当天超级超级无敌多人，而且呢大家都是那种很开心很开心，你看这个阿姨这么开心，太开心拿了米回家。那你们看全部人啊，在那个整片地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又有小朋友啊，又有很多玩具，因为那时候刚好是节日嘛，你们有看到很多国旗的糖果有没有？这些呢就是给小朋友的，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就是在拍食物跟拍水果，还有这些玩具给小朋友，这些糖果给小朋友这样子。然后你看这个阿姨他们在整理着这个玩具给小朋友来领取了。然后刚好啊，他旁边有那个舞台，你们看这个阿姨在那边一边唱歌，在那边哼啊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很快乐的氛围这样子。所以大家他们在就是一起就是做这个志工，做这个义工，一起去把这个爱传出去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是乐在其中，很开心，看到吗？是很可爱哦，一定要放在这影片里面，你看
人，他们很开心的，这些都是财神庙的人。然后呢，你们看这个整个地方就是慢慢的围满了人，然后这个阿姨在跟她的孙女在玩这样子，然后那个后面那一边呢，就是全部这个给他们拿米的这个 counter 啦，然后呢，这个前面财神庙前面就是给他们去派水果跟玩具的，这些是他们派，就是这些糕点还有水果给他们的三星们，然后还有寿桃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都来领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就是一直看着他们，哦，不断的一直拍一直拍，我们还以为很多，应该拍不完吧，然后结果啊，他们就管够，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来拿，但是都还一直会有，他们一直在补库存这样子，真的很多很多物资给大家去领取，所以财神庙就是非常的好，他们去很跟他们的整个他们的整个 community， 然后他们整个地区就是财神庙很非常的去跟他们的人，就是他们那边住在那一边文东的这些老人家，每一个家庭啊，他们都很 get involved， 就是跟他们很接近，然后也有回馈给他们的社会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然后有爱心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也是庙，然后我们是财神庙嘛，对不对？那财神庙肯定是很有钱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三星都来祈求，因为财神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他们是数一数二有名的这个财神庙在文东，所以呢就很多很多名人去朝拜他们的神明啊，然后也是很多人，然后他从一间小小的庙变成越来越大间，然后他变成越大间呢，他也不是只是摆美，他是真的每一次都有在做回馈社会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这样子，所以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参与，因为他们真的是每一次啊做到很震撼很大型的，而且他们的法会也是做到很大型，所以他们才能够直接去筹备这么多的这些米啊，几千包的米，然后去给这些三星去拿，然后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多人，就很像比如说我们济圣满堂啊，我们的这些庙友，或者是还有他们的一些老板的 sponsor， 还有他们三星去 sponsor 这些米，然后大家一起的功德才能够促成今天这个大功德圆满的这个整个公益活动，所以这个整体下来啊，一整天就非常热闹，而且也很开心的整个的氛围，就是很快乐很开心，然后拿到他们的给的东西的人呢也是很开心很快乐这样子，然后你们看我在拍照了， OK， 要拍照记录一下，然后记录要交代我们的善信们，就是100多个善信们啦大家，所以你们如果有捐米要记得在下面 comment 哦。啊，拍完照片一定是要先看那个照片啊，有没有完美一下，有没有漂亮一下这样子，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呢我就圆满结束，因为我们已经拍完所有要交代给三星的东西啊，然后就结束了，耶、yeah! ！OK， 那我们这个捐米活动呢，就是跟文东财神庙一起合作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水洗嘛，对不对？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的圆满，然后当天也是非常非常多老人家一起去拿，是感觉到很欣慰，然后有很多小朋友一起在那边玩啊，然后又有拿糖果啊之类，然后又有表演啊之类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们就希望会做更多更多这样子的，就是福报的东西啊，跟大家可以一起出一份力的这种活动是更好的，让大家一起有这个机会去累积功德，那我们就是做庙啊之类啊，财神庙啊这样子，我们全部都是一个爱的地方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功德圆满的地方，因为很多神明嘛，对不对？我们是要传这些文化给大家，给这些善信们，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传播这些爱，传播这些善，传播这些功德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但是你已经错过这个捐米的活动呢，你在下面留言水洗赞叹，跟我们一起去一起累积水洗这个功德吧，就在下面留言哦，水洗赞叹，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影片非常非常非常的圆满，然后大家我们济圣满堂三信们也是非常的有爱心，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更多的传播这些爱给这个社会跟这个宇宙哦。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来在下面留言，还有你有对什么影片有兴趣吗，有什么看法吗，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还有不要忘记要 follow 我们两个人的 IG， 还有我们对龙社的官方 IG， 还有我们
们的 Facebook page， 因为呢我们会时不时的去公布更多的这个玄学内容给大家，还有直播互动给大家哦，所以呢你们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更新。然后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不要忘记我们寄生满堂对眼龙兽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拜拜。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但是在这个影片中，这个活动中，我们看见了不同使命、不同目标的人聚集在财神庙，去为更多人的生活带来快乐和光明。这个就是宇宙想要的更好的爱、美好和快乐。